很多从事健美的人毅力都是非常大的，追求健美的肌肉不断的锻炼运动。虽然健美的身材很多人不能理解和欣赏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为了这样美感而努力。Lane McKeon 是一位坚持健美30多年的大叔，他这么多年从未对自己放松过。麦肯大叔追求自然健身，他全身的脂肪几乎都被自己敛干了，皮肤表层之下都只剩下了肌肉。而且麦肯大叔对自己的身材非常自豪，这是这期月累练出来的，没有使用药物。麦肯大叔的双腿腿围接近76厘米，一点也不输给专业去参加大型比赛的健美运动员。还有一位47岁的大叔，他从16岁开始健身，到现在也是30年有余了。这位大叔名叫汉马特，是一名建筑工人。这位大叔的身材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，不过全身上下的体脂率低得吓人，几乎只有 4%。 大叔偶尔还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自己健身的动态，还有不少的粉丝。他也是一位追求自然健身的人，肌肉都是经过科学的训练，没有经过药物来维持肌肉。这两位大叔的健身精神是值得我们去学习一下，毕竟坚持健身的人毅力也非比寻常，且看看他们几乎都是50岁的人，身材还是如此的好。现在那些还是肥仔胖妞的你们，还不行动起来吗？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燃脂的运动，这是一种高强度间歇训练方法，又叫做 HIIT。 省时高效是和懒人和时间不充裕的白领一起来运动吧。运动一分钟，休息20秒，做6个循环。 HIIT 训练动作1， HIIT 训练动作2， HIIT 训练动作3， HIIT 训练动作4， HIIT 训练动作5，HIIT 训练动作6， HIIT 训练动作7， HIIT 训练动作8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